嗨，大家好，我是 Peggy。嗨，大家好，我是 Victor。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小秘密，就是呢，对，没错，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们说我们在做投资嘛，那我们做的是价值投资，而且偏向基本面投资，所以我们会需要去看财报啊什么。那当我们要了解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不是从新闻去看，我们反而是从公司真正的他自己发表出来的财报去看，所以常常我们都会说，哎，你去公司的官网就可以找到财报啦。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去找，或者是你觉得说，哦，这些美国公司它都是英文的，我是不是英文不好就不懂得看财报呢？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我要请英文很好的 Victor 老师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样从上市公司去找到它的财报。其实有一个固定的词、固定的位置去找的，只是每一个公司它放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呢，我要请 Victor 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秘密。好，没错。那我的英文其实没有很好，就是刚刚是一个比喻啦，就是不管你英文好不好，其实我们都可以到公司的官方网站去找到相关的财报、相关的年报，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等等等。那其实也有很多同学会说，哎，老师，为什么我在某一个财报网站上面看到，为什么这间公司它什么某一个年份那个财报数字很奇怪，然后是不是网站抓错啊，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的奇怪？其实你要找到最精准的数字呢，就是到公司的官网啊去看相关的数字，因为官网发布出来的数字那个是一定最准确的。那至于怎么样去公司的官网呢，很简单，我们先上 Google 的网站呢，然后跟他分享一个秘密啊，这个是搜寻关键字的秘密。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找苹果或找迪士尼啊，我们都会导到台湾的官方网站，然后就找不到，老师我怎么一直都找不到那个什么投资人专区啊，这个地方到底在哪边呢？所以呢，这个秘密就是呢，你要搜寻关键字啊，首先你要先输入公司的名称，然后后面再加上Investor Relations， 对 ，invest 啊。那至于怎么操作呢？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上面呢。假设我要找迪士尼，所以我就输入 Disney，D-I-N-E Disney， 然后后面打 I-N，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搜寻的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跑出来了。然后呢，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通常会在第一个搜寻的结果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再点进去看，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是迪士尼。很漂亮的一个官方网站，它就会直接到这个 Investor Relation 投资人专区。那如果你是在看台股的网站，台股的上市公司网站，你也去找这个投资人专区，那在这边呢就会跟你讲所有关于它的公司上市股票，还有股价多少钱啊，然后要交给政府什么样的文件，都会放在这个相关的网页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每一个上市公司它的编排网站的编排都会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相关的数据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你们是可能第一次到这个公司的官网的话，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找一下。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基本上来讲呢，大概就是会有它的股价是多少，然后这个是股价的区间，比如说我们看一天啊，看一个月啊，看三个月啊，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滑呢，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稿，还有一些相关的事件跟活动。问题？英文看不懂。哎呀，英文看不懂没？对对，如果你的英文程度跟我差不多的话呢，大家知道 Google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呢 Google 翻译。对， Google 翻译呢，首先我先来插播一下，我们要怎么去使用这个 Google 翻译。如果啊你是使用 Chrome 这个浏览器的话呢，你可以安装个 Google 翻译的外挂。那这个外挂的程式非常简单，教大家怎么去下载啊。首先呢很简单，一样我们到 Google 的网站，然后你就搜寻 Google 翻译，然后呢你就空格打一下，加个外挂，这样子呢你会发现呢，哎，它就会到第一个搜寻结果，它就会有 Google 翻译。然后呢你点进去之后呢，哎，你就会发现到，哎，这个 Chrome 这个程式啊，你可以外挂这个 Google 翻译。那因为我已经本身就有外挂了，好，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呢，这边是会叫你添加，你就把它点进去安装起来。再去浏览一些英文的网站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哦。所以你安装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回到刚才迪士尼的投资人专区，有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你按右键，然后呢大家有看到吗？这边有一个翻译成中文，而且是繁体中文哦。噔噔，哇，你有发现到吗？什么英文根本就不是问题。Oh my god， 投资人关系中文、哦、对对。
所以这边就会有变成是中文的、嗯啊、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你英文不好了、嗯、我们要善用这个科技的一个工具这样子、嗯、OK 好，所以你再继续往下滑、哦、这边是投资者关系的一些新闻，然后还有报告，年度报告，这个就是所谓的公司的年报啦，然后下面这个什么季度收益报告就是公司的季报，公司的季报每一季大概三个月会发一个季报，然后这个代理声明啊，然后一些财务相关的一些档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些备案等等，这些东西都会相关的东西都会在这边，然后呢有兴趣你们都可以去了解更多。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公司治理的部分会有董事会的成员有哪一些，然后你对哪一个成员有兴趣你可以点进去去查看更多，然后审计委员会有哪些，甚至还有薪酬的委员会。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迪士尼的官网这边啊，它会有这个常见的 QA经常会问的问题啊，如果你是股东或者你想要买迪士尼公司的话呢，你的年度大会股东会是什么时候举办 啊迪士尼的股票啊，然后它的代码是什么，还有股息大家可能很在意股息嘛，是什么时候会那个发放股息，那大概多久发一次啊，这些相关的问题都会在这边。然后甚至呢迪士尼有没有分拆过都会在 QA 上面去做一些分拆。嗯、像前一阵子苹果不是有分拆的那个消息出来嘛 ？OK， 所以呢，一样你也可以到苹果的官网，它里面也会有一个常见的 QA， 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年报的部分好了。那我们就到这个年度报告这个地方，然后点下去。那有些公司它是提供这个 PDF 档，有些公司它是可以提供不同的档案形式，你可以去做下载，或者是有些公司你也可以在线上直接观看，就是有点像是浏览它的网页。那浏览网页的一个好处就是呢，你一样可以使用刚才的点击右键翻译成中文，你就可以看得到中文。因为呢，公司的年报啊，你只要是投资美股的上市公司，它的年报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呈现的。嗯，所以看英文，如果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痛苦的话呢，你可以使用 Google 翻译的这个外挂的功能。PDF 档你按点右键呢，它是不能翻译成中文啊，比较 不方便，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很想了解，比如说通常年报的第一个章节就是它的公司的 business， 就是这间公司是靠什么赚钱，它的公司的概况。OK， 那你想知道这个公司迪士尼啊，它到底是收入的来源哪一些的话呢？那这边的话呢，我通常会就是把这一段，比如说我想看第一段它这一段英文到底什么东西，很简单，你把它选取完之后呢，点右键，那你会发现到有一个这个 Google 翻译，然后点下去之后呢，它直接就会帮你导到 Google 翻译的这边这个网站，然后呢，对，它就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的。OK， 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就是你要稍微就是做一下转换一下。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全球娱乐公司。所以这个 Google 翻译其实我发现它也是越来越精准。那再来如果说你是发现你可能看到哪个财报的数字很奇怪，可能负债太多，或者是它的股息发放好像蛮怪的话呢，那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善用一个功能叫做寻找这个功能。如果你是 Windows 电脑是 Ctrl 加 F， 那你是 Mac 的苹果的电脑的话，你可以用 Command 加 F。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关键字的搜寻，因为其实年报一份很多东西，那你如果你只要找特定的原因的话，那你可以输入这个关键字。OK， 那比如说呢，像我可能想要知道迪士尼这间公司它的股息发放的政策跟状况是什么样子，那我这边就可以输入 dividend。 但是这边搜寻就要输入英文的了，那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英文单字的话，你可以先 Google 翻译一下。是的，所以 dividend dividend， 然后这边呢它就会帮你找到，跟只要有出现 dividend 这个字的话的文章它都会帮你，所以你可以按照这个网页的操作，像这个它总共有21笔资料，那你就往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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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我就看到这边大家有看到吗？ dividend。 所以你会发现迪士尼这间公司在2020年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来，所以它股息你会发现它只有发 0.88 块，但是它前面都有发到 1.76 1.68、所以它股息是有变少啦，就是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季度是暂停发放，因为疫情的关系，透过这样的一些关键字搜寻的功能应该说可以节省你的时间，让你不用就是每好像就是你要年报整个看过一次去找到你要找的一些问题的答案，这样子。两件事情，一个是你要用 Google 关键字叫做公司名称加上 Investor Relations， 你就会直接到那个投资人专区的那个网页，然后再来就是 Google 翻译。你不要觉得 Google 翻译很好笑，我跟你讲，我10年前念研究所的时候
生物资讯学第一堂课就在教你怎么下载那个 APP， 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阅读英文的能力都那么快，那即使是专业的研究所，我们都需要那个翻译器，这样可以更增加你的信心。那不要再用哦，我英文不好就不能投资美股这个来当做借口，因为财报啊是写给一般人看的，公司上市当然想要很多来投资它，所以它财报会写得很简单。那当你不了解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都会鼓励大家你去看它的 item one， 就是第一章，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个章节，它都会清楚的交代它的公司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第一个章节稍微翻译一下，然后这样浏览一下还是看不懂的话，那表示你不是你的知识圈的，就不要去投资也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公司可以去投资，你不要去投资那种你看不懂然后又对它没有信心的公司。所以呢，今天就是分享，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到公司的官方网站去找到相关的年报，甚至有用一些很特别的关键字搜寻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希望你都有学到很多东西。那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研究了哪些公司？那如果你对这种财报研究，或者是你到底要看公司哪一个财报数据才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值得投资的标的呢？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我们在分享会上会跟你分享更多价投资跟投资理财相关的一些资讯。分享会的报名链接在底下。都欢迎大家可以点击来参加。那目前有线上的分享会，也有实体的分享会。那欢迎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美股投资，然后让你可以有一个很安全、很稳定，同时又很有威力的投资方法，叫做价值投资。Okay. 那关于财报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了，拜拜。